他们编排我的罪状多了，不怕多这一条。君姑可要爱惜身子，千万别气出毛病来。此事原也怪我，没将舅父藏好。我原想着将舅父藏去庄子，总无人发现了吧？谁知这四娘此处此狠心，她记恨我和君姑曾罚过她。 居然狠心报复，真是安排的不好，可不准他动心。胆敢窝藏罪犯者，论罪当牵连同坐。若因此而连累了君姑，那才是真不孝。照你这么说，四娘子害的舅父被抓，不但无错，反还有功了。舅父贪墨军械，袅袅大义灭亲有何不妥？地府若是不服啊，大可去衙门摆设一番。恕我不要欺负我是个内宅妇人。 便拿衙门吓唬我，这官场上的道理我是不懂，却也知道一家人打断骨头连着筋，岂能互相出卖？恕我还是赶紧想法子将人赎出来要紧。难道忍心看着君姑如此年纪还饱尝世情之痛吗？贪墨军械是有军法处置的，我哪有本事去赎人呐？我不管，大郎，你一定想办法救你舅父出来，大郎。 大郎，你现在心里只有你心腹一家人，你根本不心疼你舅父，也不心疼我这个当娘的。上次我让你拿20000钱给你舅母娶心腹，你就是不肯。你心腹兄弟面说是多少钱，你连眼都不眨一下。你心腹的兄弟是兄弟。 你阿母的兄弟就不是兄弟吗？这别家心腹都是拿着娘家嫁妆补贴夫家，吃我家四腹，他们拿着夫家的银钱去倒贴娘家。那不是娶心腹，是纳妾续婢。年纪轻轻的，读书娶心腹才是正理。再说了，那些钱是袁姨陪我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换来的，他又有何不可？本都是一家人。 何分娘家夫家？我倒是不如弟父算得如此的清楚。难道是嫌君姑经常拿钱补贴娘家吗？君姑，绝无此意啊！你们一个个的都不是好东西，滚，都给我滚！ 旭伯，四父，你们此次回来的匆忙，主屋尚未来得及收拾搬出归还，我在后院腾了几间屋子，让你们一大家子居住，也便于你们和睦。你让我们一大家子住在偏房，便于？怎么便于啊？旭伯与四娘子不是十余年未见了吗？那我这么安排，正好让你们亲近亲近，不是吗？ 就依地府的安排，贾贤良，我偏住着主屋不搬，我看你奈我何。 对不住，袅袅啊！你看她嘴唇白的，一点血丝都没有，也不知在家中吃了多少苦。
义君，联防来了。知道了。葛氏可曾为袅袅找医师看病？钟夫人说，小孩子烧几日便好了，一直不管不问的。这些年我们时不时被送到乡下庄子，明明父母在挣钱挣命，女公子是半分也没有花着，非但缺衣少粮，连生病了也无人照料，任我们自生自灭。那无缘无故为何把袅袅送到乡下庄子自生自灭？钟夫人嫁进程家十几年无子，便想着收养娘家十岁的侄子妖哥，前些日将妖哥带来府中生活，女公子也是好心，给了他一葫芦蜂蜜当零嘴，没想到葫芦一开，便引来了野风，野风蛰得腰根满头包，钟夫人便让女公子去磨磨性子，正是滴水成冰的节气，便被丢到那庄子上。这葛氏甚是歹毒，真敢让二弟休了他。装满蜂蜜的葫芦，是腰哥自己打开的，还是袅袅亲自打开的？十岁的孩童自己连盖子都打不开，还要求袅袅打开。吃蜂蜜为何不到屋里去，偏要在花草满地的院子里吃？有些事要不做，要做便做得妥当，免得落人画柄。将军，我方才找医师问过，袅袅此次晕倒不是因为着了风寒，而是因为伤了脾胃，吃撑了。那是因为女公子饿狠了，平日里他们连一顿饱饭都不给，今儿是着急将女公子带回来，才送了些吃食。女公子饿了几日，一时之间吃猛了才，但是怕吃了这一顿没有下一顿，不然何必这般呢？我们在外打仗，本想着袅袅在家里头吃喝不愁，谁知竟过得连流民都不如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先退去吧。是。女君在女公子身边已留下了知心照顾之人，可没想到还是让那葛氏坑害了。如今既然我已经回来了，这些事定然不会再发生。天色不早了，将军不是还要去探望二弟吗？都说病去如抽丝，女公子如今这般亏了身子，还不知道要将养多久才能痊愈呢。他近日晕的倒是时候，刚好给我们由头挑出菌菇理亏之处。我这阿嬷倒是眼毒，怕也是看出我在装晕，可对苛待我的人为何又装瞎？还是女君想得周到，故意将归期说迟了半个月，他们来不及遮掩，真就露了马脚。这些人心中记恨女君，便迁怒于女公子，如此苛待她。原来不是不知我在家中受罪，只是故意放人罢了。家主这般心疼女公子，应该是不会再万事都顺着老夫人了吧？放心，将军若是妇人之人，阵前早死好几回了。将军是个明理是非之人，这天下哪有斗不过菌菇的心腹，就是看夫婿肯不肯帮手罢了。哼，拿自己女儿来行苦肉计，好让阿父与大母离心。阿母这法子是真够狠的。我不忧心夫君，我只担心自己撒手不管十几年，这朽木在哪掉，如今只能严加管教，费力气歪树掰直了，不去管欺负我的，反倒琢磨着来管教我，靠他不如靠近，看来还得我自己来。命你派人监视程家，可曾照办了？程家整日鸡飞狗跳，都是一些女眷之事，
听说程老夫人生气，程四娘子出卖自己胞弟，要整治他。属下查了，这几日程府众人并无异样，除了程家二房夫人葛氏。属下核实过，当日左兰武等搜查的，便是二房仆妇李管富。少主公，这是程府小厮送来的包袱，说是程家四娘子给少主公的。哟，难道想用银钱贿赂少主公不成？怎么是一堆破烂儿啊？这程家人可真是一个比一个孝顺的。少主公，不出你所料，这服装账簿果然有问题。董仓管在这家布庄投下了80000钱，他俸禄低微，此前定是赃款无疑。少主公还没扔了这程四娘子捉弄人的破烂？这程四娘子送来这些，莫不是也想告知咱们布庄之事？甘稻草一指那日董仓管藏身草垛，而这碎布则点名布庄。哼，当真有意思。这程四娘子绕了这么大圈子打哑谜，莫不是想卖我们个好？这程四娘子是想让咱们助她脱身吧？为何要助她？她怕是早就为自己谋好后路了。我不喝，你拿走吧。这是家主央求宫中医官开的药，好生灵验呢。女公子，你好歹喝一些。我病都好了，为何还要喝这缺德玩意儿？这药不仅治病，还补身呢。女公子赶紧把药喝了，喝完就可以吃点心了。你替我喝。嘘，有人来了，进上。我儿子还不见好转啊。娘娘见过阿福阿母，我儿就不必行礼了。这身子怎么还这么虚啊？哎呀，都怪那葛氏，养亏了我家袅袅的身子，补都补不上来。来，躺下。这药都快凉了，赶紧为女公子喝了吧。是。啊，来来来，喝了吧。怎的落泪了？阿父，啊，这药太苦了，不如往汤药里放些饴糖。医官给开的药怎能随便往里加东西？所谓良药苦口，这病一日不愈，就得日日喝。你阿母说的也对，听你阿母的，良药苦口，喝吧。袅袅乖，
待你病好转些，阿福带你去骑马，看正旦后的灯会。啊？我家娘娘生得好看呢，万兄他们家的那一帮小女娘啊，凑在一起攥成一束喇叭花也不如我家娘娘好看。将军，女孩子家整日夸美貌有何用，多些才学德性才重要。赶紧喝了吧，娘娘。喝吧喝吧。君姑又闹了，赶紧去看看吧。哎呦，我的天儿哎！别喝了，待会儿啊，阿福给你往里面放些饴糖。我的那个跑的呀！赶紧喝，好像要上场了。妈的，我可是活不了了。死也不能现在死啊！你要是真死了，那你的妖弟可就没人救了呀！哎呀，我们董家是遭了什么孽了，就要被抄家了。若是在院中搭一个戏台，大母一人就能顶个戏班。这我这个我活不了了，我要跳井啊！你们别拦着我。阿福上场了。我不活嘞，我跳。阿母，你是这么大劲儿干嘛？就把我推下去啊！我小小童就得了。这个，你这又闹什么呀？井口小，你跳了进去吗？你跟大母粗壮的双臂，那大身板，不当个将军当真是可惜了。就算是掉下去，不砸出口心进来，也别就不错了。这井口小，我跳不进去呢，我就撞墙，我撞墙，我见你阿父去，女儿，带着我跳，哎，我撞墙了。撞死啊！玉波还瞧着咱们这儿呢。哎呦，哎呦，我的天！你说，老夫人演这出，家主能信吗？阿父虽说是心地善良，不过也是身经百战、杀敌无数的大将军，怎会被这种伎俩蒙混过关？这些年一直在阿母身边，一朝一世，驾轻就熟，与大母过招。不会说。哎呦，孩儿不孝啊！我没本事救出舅父啊！我太难了，太难了。巨伯，这不是为难君姑吗？这好歹是一家人，再难也得把董舅父先救出来呀。国家将军可是给君姑跪拜呢，地府还不赶紧闪开，也想接手此跪拜不成？你怎么受得了我这大狼一拜？快躲开躲开呀、啊、干什么呀？想看我的笑话啊？我呀，之前就跟阿母说过了，舅父这个人啊，手脚不干净啊。阿父不愧是大母亲儿子，演得跟真的似的。女公子啊，也不愧是家主的亲女儿了。他就怎会被逮到呢？你阿母太可怜了，娘家几个兄弟死的死，散的散，就剩你舅父这么一颗独苗了。要不是因为他日子过得苦，怎么会养成他？
贪便宜的性子呢？哎呀，要不把咱府中的阴险全都搬到舅父家去得了吗？对对对。哎呀，外甥啊，你其实救你舅父呢，那就是救你阿母啊，我们是一家人，分不开的嘛。哎呀，不是不救，事事不能啊。那个林不疑，他就是个铁面阎王。若非孩儿刚刚立下战功返回都城，他前几日连我都敢一起逮了，我哪敢再去求他呀？哎呀，你个黑心的庶子啊，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你舅父去死吗？就是啊。好，我现在就到御前告你的状，说你忤逆。我听说了，当今的圣上最崇尚孝道，官员被告忤逆，轻则罚钱挨杖，重则罢官免职，我看你怕也不怕。君姑，你可知忤逆是何等大罪？挨杖免职是小，若充军杀头，君姑又当如何？还杀头？没人说呀。阿母只管去告好了。若因不肯听从母命去打点，为舅父脱罪，此等不孝行径，就是告到圣上跟前，我也是不怕的。如今你当了官，你拿国事来压我呀！哎呀，我从今天开始我就不吃不喝了。你说，老夫人果真一心求死吗？我与你打赌如何？十天半月，死不成。热闹看够了没？这哪看得够？如今不过是第一回合吧。尿尿见过阿母。女公子是不是受风了呀？哎呀，许是刚才出来透气，被风给吹着了。阿母不必担心。既然身子不适，为何不在床上躺着呀？外面风大，还是回屋躺着吧，不要再出来。知道了，阿母。归来，世子能过得痛快些。如今看来，倒不如从前潇洒自在。可这母亲在言，总比叔母强的呀。女君也是心疼你，一切都为了女公子好。不必骗我，反正也骗不着我。你这要带我去哪儿啊？这个人好不识趣，少主公问他话，非要在少主公面前撒谎。我们少主公是一等一的聪明人，怎看不出他的花样？这不，赏了他变形。这什么人？就是拿把刀啊，从你的膝盖骨里捅进去，然后挖呀挖呀。这算好的了。上次有个人嘴硬，你听说过灌铅没有？就是在你的眼睛上凿个洞，
然后把铅给灌进去。开门。饶命啊！程将军已经恳请在下秉公执法，现如今无论你在打什么算盘，都已经落空了。我此生最痛恨人撒谎，但凡遇到撒谎者，必验之，杀之。如今葛氏不装账本已在我手，你竟敢还说谎话！那个程氏，我真是冤枉啊！来人！大人，带他去吧。走！程氏，我找，我什么都找啊！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好妹妹，让我瞧瞧，让我瞧瞧，你怎么瘦成这样啊？老夫人，我又想不到你了。晚些啊，我就去找那林不疑，问清舅父的情况，也好让阿母消停些。毕竟舅父因袅袅举报入狱，只怕还会被阿母为难。夫君，也不是没有两全的法子，你可记得胡敖？谁？啊，阿母当年那个手帕胶？外面兵荒马乱的，若不是你家大郎救了我们，老夫可没命再见到你了。哎呀，当日我被贼人围住，刀啊！朝着我身上就劈了过来，幸而程校尉带兵冲过来，直接用长矛拦住了并废的刀，真是险呐！程校尉的兵器不如悍匪的精贵，长矛被砍断了，程校尉没了趁手的兵器，他拼着一身伤抢过对方的那柄长刀，这才护了我们一家老小的命啊！医生，医生大少。啊，儿啊，上哪儿了？把衣服脱了，让阿母看看。胡婶子还在吗？没事儿，胡婶子什么都见过。快脱了衣服，让阿母。大郎啊！哎呦，大郎啊！阿母让你去打仗，是想让你立战功、正气也，可没想让你去拿命换呢。美好的刀剑，孩儿只得拿命搏了呗。我已经告知他了。想必可以令军姑看清事实，分清是非。战场上，刀剑就是将士的命啊！竟还有一些黑心肝的东西，拿着一碰就散的假的兵器，偷换成好的兵器拿出去卖，呸！真是丧良心。他来得真好，请他进来吧。是。妹妹，你先下去歇息吧。谢老夫人。舅母定是为舅父的事情来为难阿母，都怪孩儿无能，管制卑微，即便去求灵不疑，他也未必肯放过舅父。不如我今日就顶了罪名，只说是董舅父监守自盗，都是奉了孩儿的命，而后孩儿被杀头，换回了董舅父；咱们程家被抄家，换回了董家。太好了！哎呦，这个主意可太好了，这个主意可真好啊！外甥是大官，便是犯过罪，皇上
也会多加宽宥的，顶多呀，不就是罚钱了事？阿紫，我看不如就让外甥去顶了此罪。毒妇，竟敢想害我的孩儿！昨日家中烟囱不出烟，我觉得不对劲儿，我就请示了老神仙，竟说我程家必受亲眷牵连而致家宅不宁。老神仙的指示果然没错，我程家真的要亡在你手里呀！现在连二房的布庄都被查抄了，全是因为你们。你们家一个个的都不是好东西。来人，把这毒妇给我推出去，谁敢把她放进来，我就砸断谁的腿。阿紫，是她自己说的。闭嘴，是她自己说的好吗？哎，这话是她自己讲的。这便是阿母日日偏听偏信的结果。阿母被舅母这些人挑唆，认为他们才是好的亲的，而自家人呢，反倒被骗着欺着的。我与袁一这些年血里活里拼着命的讨功劳，才有了我们程氏这样安稳的日子。难道这一切都要被董舅父的罪过给丢弃掉吗？我不，我不要。老夫人在屋中坐了整整一日，说是不过来用膳。阿母吃饭向来最为积极，不肯吃饭，怕是真的想通了。总算是消停了，多亏阿父将话说到大母心坎里去了。大母再偏心，也不能拿陈氏全族前程换舅爷性命。食不言，寝不语，父母意事，与你何干？这不是还没吃吗？你大母不来吃饭，也有你的功劳。好，好，好，吃饭，吃饭。阿父，啊，我突然好生不舒服，怕是脾胃还未养好。袅袅像我，吃饭的时候听讯啊，胃脏痛。嗯。圣人都说，饮食不逊子。哪位圣人说的？啊，袅袅啊，多吃些肉。前几日在庄子上饿坏了吧？多谢阿父。嘿嘿，脾胃不好就要少吃肉，空空正好将养。阿母，饿了吧？来，吃点心。来，十几年没见儿了，看看儿可否变了模样？啊？我知阿母是担心儿。你是阿母生的头一个孩儿，阿母怎么会不担心你呢？
前几年，你通过寄回来几片竹简，阿母以为你杀敌立功有威风，哪知道过的这般苦。我倒是想给阿母写信，可是阿母也不认字啊。我倒是不乐意让葛氏拆读我给你写的信。葛氏再不济，你不是也把人家的陪嫁都拿去补贴了萧家吗？她的嫁妆去哪儿了，我不知晓。但我诚实顶天立地，我再不济，也不会把地父的嫁妆养新妇娘家的。萧元一也是个二嫁妇，家败人亡，财产都抵卖光了。哎，你还这么稀罕他？我就是稀罕，除了他，我谁都不想娶。儿啊儿啊，阿母最疼你和三郎了，可是你们俩自从成了亲，都只顾念着心腹，有话都跟心腹说，再也不理我这个阿母了。这男儿成家立室不就该如此吗？便是百年以后阿母与阿父同葬，儿子们也得跟心腹同时而葬吧。总不能咱们娘仨埋一块儿吧。哦，我明白了，阿母是羡慕我们俩成双成对。我羡慕你们。阿父过世的早，阿母甚是寂寞，而也知道。哎，阿母有没有看顺眼的人啊？若是有，改嫁何妨啊？你，我们做晚辈的绝不阻拦。你闹什么呀？我何时说想嫁人呢？啊，你这孩子！阿母不必害羞。阿母为程家操劳，孩儿们都看在眼里。阿母若是要改嫁，儿子和弟弟们绝无二话。阿母若是生出新弟弟妹妹，儿子必视他如同父手足。我好，好啊。若是你先走了，我一定给你的心腹找一好人家嫁出去，到时候再生一群新孩儿。那不怕，我们元一不是那种见异思迁的人。你给我滚！你个不孝子！我今天非得打死你！滚！哎呦，臭小子，你咋？我求阿父给大母气，到底还是阿母棋高一筹啊！让夫君为自己而战，何必自己在大王面前张牙舞爪呢？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些都是我的算计？身为女娘，背后偷听闲话不说，还恶意揣度长辈，实在不像话。把手伸出来。从明日起，娘娘留在屋里抄读《礼记》，抄不完不许出门。可阿父说了，上元节有热闹的灯会，我十几年从未去过。万事皆由长辈做主，你就好好在家中习书即可。是带着尺子上门来找我做主的。女公子误会女君了，女君带尺子来并非为了打你，女君是心疼你的，只不过是在气头上，青松再去劝劝吧。啊，女公子别难过了。有何好难过的？
又不在乎阿母如何看我。母慈子孝这种话本子本就不属于我，既不曾拥有，自不会因为失去而感到难过。你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，莫非让菌姑给打了？阿母啊，眼红你我恩爱，我好心劝她改嫁，她还冲我发火。你说什么？你劝菌姑再嫁？啊，有错吗？我看她近日火气太大，怕是阴阳失调。菌姑打得对，我就应该再给你砸个对称的。当初我觉得二郎能入仕，教养不好，小则败家，大则牵连全族，你娘哪怕刁蛮些，我们总能护得住他。况且战场刀剑无眼，也不想他随着我们受罪。可我没想到袅袅这惹事的本领半点都不输二郎，我真后悔将孩子留给了葛氏，尽学了他一身的毛病，听墙角使把戏，看长辈的笑话，这哪一点是有教养女娘的习性？夫人稍安勿躁，消消火。既然葛氏没教好，咱们慢慢教便是了嘛。慢，这可慢不来。我若不教好，难道等他夫家去教？你再看看这个，这是何物啊？昨日家中烟囱不出烟，我觉得不对劲儿，我就请示了老神仙。这是你家袅袅啊，偷偷的将烟囱改了道，装神弄鬼的吓唬菌姑。他就是瞧准了菌姑迷信，故意使坏。哦，我说呢，最近烟囱怎么坏了？咱家袅袅还真是聪明，这就都懂。你还护着他？若他是我手下的兵士啊，我直接给他拖出去打一顿军棍了。我瞧着袅袅的几身衣裳都不合身，你去我屋里把尺子拿来，然后再给她订几套更合体的。我知道夫人你是想弥补，想赶紧把她教好，但养兵还需千日啊，咱们才回来几天呢。当年我已经做错了一次选择，才使得袅袅变成了今日这般。我不能一错再错，放纵他会误了他终身的。嗯，这孩子我得管。